有，就是我在台北，我住台北，很多人以为我住在台南或高雄，因为我常因为一些私人的事情跑来跑去。但我住在台北，有一区叫木栅，你们知道木栅最有名就顽童吗？那其实木栅到处都饶，我有一天发现到处都饶舌歌手。你们知道八八男是王八蛋谁吗 ？Yeah， 八八男是我家旁边，然后他加入战犯之后，他跟万能麦斯战犯也组成一个团体叫妨碍风化。对对对，蛮像他的 style， 对，妨碍风化 ，Yeah， 然后热狗也住我家斜对面，有一次开我家门就看到他在我面前追他小孩之类的，你知道木栅就那么 hip hop， 我只能写一首叫116的，叫木栅的歌，然后这一首拜托一样律动，好不好 ？Shut up B， 哎，我等下副歌唱到 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的时候跟我一起唱 ，OK 吗？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。来自 Southside， 像是 ATL 的 Hooster，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， 每天就像是度假。想要来挑衅的我们不怕。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。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。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。116 man。Streets， 我还 homie freestyle， 不用怕，这里学很多，别跟别人说。When we drop， 发现这里都是老舍的 soul， 扫一大生产新的 flow， 让你听个够。超 hip hop， 偷偷跟你说，对面出热狗，我消费没中消费新贵，顾客们帮我付薪水，见面绿装舞台精美，想吃掉那些不定美，在家拍做出音乐，从早上到晚不停歇，关注了所有新鲜，我们是全明星队，成班 B。每首歌都是金钱，所以唱他的 DNA， 你不用闭嘴。到动物园里看美，大猫和蓝色起飞，不开的世界。舞蹈先的 AKA， 还我想说那 MV， just trying to get paid。We love everybody， 看到我们名字要拼对。来自 Southside， 像是 ATL 的 Hooster。然后当我唱到 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的，每次你们都要跟着唱。想要来聊天吗？我们不怕。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。116。清打头纱，毁掉过去，升学制度绑架，关到牢里，毕业还没长大。这种教育他根本没想法，脑都在高中，看到就骂脏话。没事撒泼，我才不上神大。老师生涯，狂奔体育 hip hop， 要是三三，宁愿选择拉雅。要是晚餐，弄到羊菜烧。兄弟一起 fucked up， 这里太久，你去 LA 干嘛？像是 Brooklyn， 算喊 Biggie Tupac， make me so proud， 谁我代表木栅？来自 Southside， 像是 ATL 的 Hooster，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， 每天就像是度假。想要来挑衅的我们不怕。116 man， 我代表木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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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我还有歌，我还有歌，快快哎！现场有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吗？做一首，好，太好了。有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吗？有，好，没关系，但我不唱这，我不唱这首好了，我唱下一首。我唱下一首了 ，OK 吗？就是我虽然刚刚唱的那些歌，但是大家看到我还是会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 freestyle 吗？
所以这首歌叫《你有 freestyle 吗？》唱地 ，Yeah， Yeah， 哎，副歌拜托，跟人一起唱好不好 ？OK， 很简单，哎，哎。自从干掉产品的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变得不太便利，真的不需要你们的建议。他们认出我是 VR 之后，开始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他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他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他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笑了，操你妈！礼貌加礼貌教一下，不要逼我表情化，真的飙了脏话，大家又觉得我超嘻哈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该谢谢吴亦凡？来台湾，我带你出去玩，跟我背到头像苏一般，会上街的中色大人，我努力但你的行为我很孤立单，你的 freestyle 一片我五成都出。嘻哈的是只看中国有嘻哈，看到饶舌歌手身上有千斤的旧吉他，社会尊严像比例的种走进脸被丢一下，怎么办？看到我像是看到马戏团，我的实力能加入到马戏团，还在这里表演给你扎起看，你以为 free one 的我还有下一段？谢谢你的掌声。需要你们的建议，他们认出我是 VR 之后开始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他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他问我你有 freestyle 吗？ Yeah， 谢谢，欢迎下一位帅哥，该你喽，该你们喽。哎，胖克兄弟，还有大咪。Yeah, yeah, yeah.胖克兄弟，我是洛克， yeah, yeah, yeah. 是胖弟，是胖克，胖克兄弟。OK， 废话不多说 ，DJ， Let's go。DJ 威宇，我的 beat。Yeah. 各位台中的朋友们，2017们过得好吗？过得好吗？给我点声音好不好？拜托哦。没关系，2018会更好啦。2018会更好。Yeah。
曾以为我最高学历只能读到高职，却还能大学毕业，有机会能当老师。以为想传递讯息必须用掉不少稿纸，如今我传承观念，避免你的初衷本末倒置，别老是说自己不好而导致中颠倒不了，失败是成功的基石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要感恩，因为你们的路早有前人铺好，增强你的实力与态度，任谁也打你不倒，尽管难题不少，可能会将你的蓝图撕碎。若选择放弃，如何体会收获的滋味？别忘记自己是谁，要懂得分辨黑白是非，将你的想法化成力量强大的词汇，加油，伤痛总会痊愈，会好，别被低潮围绕，千万记得我永远以你们为傲，希望你们独立思考，是我留下的痕迹，是你们成功的根基，这是我的真理。独立勇敢，因为世界是你的，是那是教会我的，我会传承给你的，你该思考如何让未来会是你的，是大哥曾说过的，就足够教育你的。要独立勇敢，因为世界是你的，是那是教会我的，我会传承给你的，你该思考如何让未来会是你的，是大可曾说过的，就足够教育你的。如果昨天就是今天，今天能够回到从前，不再回事的回过价值出发，不再从前，从现到发黄，到需要时间来补眠，过去不会回来，光阴跑得像没终点，我们都在赛跑，酸甜苦辣到变老，漫无目的的跑跑道一直在变化，有时高有时低，有时跑到没有力气，利益大于意义，力气傻小都是放屁人的目的，追寻所谓的真理，找不到死的借口，全部推给了默契，莫名其妙的赌命依靠谁，然后得到了什么道，还敢交起失落的罪，再追再睡剩没多少日子，你再飞还想飞，你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追，还要赔机会它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，就算失败也要全力以赴的去一试再试，一天三十七，时间不等待，时间不会等待，时间不会停，我只能要求自己在现在，有些时候无奈，但你明天不怕失败，只怕你不在。好，我们介绍下一位。哎，我是达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集体意识改变这个世界吧。哎，我们都在这个地球，都在这个宇宙，我们都是一体。
下来，阳光，阳光。台湾。